我又来了，姐妹们，尝一尝这个。面包其实里面压的吐司片，里头是比较嫩的鸡蛋，还有火腿。那个大地图它不用管了，到时候现场给大家就行了。然后那个字儿也现场给大家就行了，不用再设计了，就把这个图 P 到它小手臂就行了 ，P 到小手臂，然后你看怎么改，适当的加复杂点也行，但不用改动太大，这逼娘的吧事儿太多，不用改动太大。你语言文明点，我在录视频啊。你人前表演的好形象，这几句话就给你卖出去了。啊，那你就送给我吧。就是那么粗犷，那么狂野。那好吧。那你要南京小汤包，跟上海的其实差不太多。到底是要几斤？进来，不是你动。没多买，就点了三笼。啊？来，这家是小吃啊。好，什么时候放肉？你上次三件是零。收紧八道账14元。不好意思，我醒了，鼻涕太热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东西太难了。回来的时候不是秀的出来吗？过来了。汤也好，包子也好，都是刚出锅的，比较烫，大鼻涕给我烫出来了。我在吃啊。这个包子好吃啊！别录着别人，这样，来。这是刚才这碗加了辣椒油和醋的，还是原汤更好喝一点。都是鸡肝，哪是鸭肝？这样多多不是拍到我了吗？你把我给删掉了。对，我把你删了。要不然他们又得说这个说那个了。我听到了。
的小汤包，甜，上海正宗的南翔小笼包，它是没有甜味的，就是咸，一点甜都没有的。上次带你吃的那个家家汤包，就是一点甜味都没有的。那明天吃这玩意儿，冬天吃适合，暖和。买了两个三明治，这玩意儿不太实惠，有病啊！花十多块钱买这么个玩意儿，那就是吃个新鲜，我可不再买了。就中间好吃，两边干的跟个啥一样。浪费点吧，这个边边是真的不好吃。加一些现做的，要放凉了的话没法吃了。